就可以隨時嚟啦。好 ，Hello， 我係李志豪，我今年24歲，我中意打波，中意睇書。之前曾經喺電視台裏邊做過一啲資訊性嘅節目嘅主持人啦，包括有兒童節目啦、娛樂節目啦，同埋一啲遊戲嘅節目。希望大家都可以認識我，我叫李志豪。Hello。OK。